要变化太强啊，对，还没到，快点，就是。哎，初夏这边。哎呀，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比赛马上开始了，快带上这个，走。比赛即将开始，比赛即将开始，无关人员请离开赛道，各位车手请就位，各位车手请就位。赛车手来说呀，今天的排位赛十分的关键，超车很困难。七号车的阿贵一直在给五号车的关浩施加压力，两人咬得非常紧。前面就是这条赛道公认的最难的弯，九十号弯。哇！我们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天才车手关浩现在超越了第二名，紧追第一名。加油，关浩！关浩，加油！小女孩，她到底是谁？我们可以看到，关浩的保障小组在给关浩换轮胎，换胎的速度非常快。关浩重新上路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华为的竞争对手喜天让他的两辆赛车使用了不同的策略来攻击关浩的七号车。最后一圈，关浩驾驶的七号暂时排在第二位，现场镜头不断。关浩好样的，超车！最后时刻，关浩在弯道处完美的实现了超车。最后七号赛车手关浩率先出现，拿到了本次比赛的冠军。冲！